洗澡吧，离哪远点，再看我就吃了你，把嘴全喝光了，吃掉你。儿子，你哪上这家了呢？他家常能糊弄事儿了。你想洗澡吧？告辞了您嘞。你干啥去？这挺好的，还能做造型呢，还能按摩，这真得劲啊，挺舒服。这咋还催我呢？不行，我不催，不催。我的火眼金睛，马上就要练成了，得有妖精帮我走。洗脚，还不够臭，没鲜滋味啊！你干啥呢？喝洗脚水。能不能别在这块丢人了？你赶紧给我出去！你尝尝我的洗脚水，啥味儿的？一天就给这造化，那喝水的盆你洗脚啊？我还没喝完呢，你别整我，好像我愿意整你似的。